黑面里 YouTube 出现了一则特别的留言，是一位阿嬷的请托。小兔兔故事机是从婴儿时期就一直陪伴在小孙女身边的玩具，以前阿公在的时候，就是那样最喜欢腻在一起，跟着故事机唱歌跳舞。但阿公去年去当小天使了，某天妹妹不小心把故事机掉到地上摔坏了，哭得很伤心的时候说了一句，这样阿公以后就不能跟我讲话了。阿妈一听觉得奇怪，拿起小兔兔尝试着修理的时候，意外的发现里面竟然还有阿公的声音。比较合适的，我会把它固定在上面，然后把电焊出来。那到时候这边的口的地方，我会把它挖大一点，去符合它可以充电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想要充电的地方。我会评估看看，我会帮你弄得好。
声音。瑞多瑞，坏了！我拿着我手机来听唱歌的，这个收起来，好不好？传出阿公声音的那一瞬间，阿妈的眼眶红了。躲在口罩下的我们，连忙低下头，只怕让阿妈发现我们不争气的眼泪也跟着滴下来，忍不住紧紧地抱住阿妈。当下心里想的是：阿公，您是故意的吧？匆匆的离开，您心里肯定相当不舍吧？知道阿妈以及小家伙们对您的思念，所以在这个特别时间点安排了这个小惊喜，让家人们知道您一直都在身边守护着。有，它上面会有写，像这个有写。未来一次，魏叔叔，谢谢你修好故事机，我们又可以听到阿公的声音了。还有，谢谢你送我的贴纸，我哥这些机修坏了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，阿嬷，谢谢您让我们把故事分享出来。纸质影片保留了您的贴心、阿公的暖心、小宝贝们期待的心，以及借由分享维修过程来帮助更多朋友的心。另外，阿公，我们也要谢谢您哦。这一切的巧合，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是您安排我们来达成这个任务的。谢谢您串起这一切的美好，谢谢。